当中。现在我们有请陈慧欣老师为我们呈现《陈氏和谐太极》，有请陈慧欣老师。心与力。
其动作圆滑连贯，有刚有柔，快慢相间，以意理气，以气催力，可身心必修。头发以摔、拍、穿、踢、转为主，讲求交流波长。连贯步的为主，讲求闪展、腾挪、进退急切，腿法以按压为主。
静娥老师从十岁开始就学练武，他有无数的徒弟。当他看到徒弟参加比赛得到金奖牌的时候，他很欣慰，也觉得很骄傲。谢谢徐静娥老师，谢谢徐静娥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最后为我们压轴的是王金富老师，我们的前武术总会前技术总监，为我们带来的是分子太极拳，有请王金富老师。
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。It's a real eye opener to all of us today. I'm sure you've enjoyed the great performances put up by the masters. 表演到此结束。